在八月份中最重要的节日父亲节，每个角落都充满温馨且温暖的庆祝氛围。而在草屯镇新庄社区特别举办以邻为单位，每一邻筛选出一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，现场聚集了23位模范父亲。理事长的用心让在场的每一位都感受到温馨且温暖的父亲节。啊，真感谢，啊，伊吼，咱真正爱感谢我社区遮个团队吼，就是我个李干事吼，因一路吼足辛苦吼，出钱出力吼，来咧啊咱办遮个活动，互咱新增吼，伫咱草屯遮个目前吼，算办个活动，拢办甲上好。啊，今仔日吼真欢喜啦，吼我真注重遮个父亲节，所以讲吼，我也借着遮个机会吼，啊咱遮个时段吼，祝一个父亲节快乐。在热闹的气氛中，模范父亲与家人们一起用餐接受表扬，让每一位模范父亲都感受到非常的荣耀。而理事长的创举与巧思，县议员林永宏也给予肯定与支持，更感谢社区内的每一员平时的无私奉献与努力。啊，祝福咱大家爸爸节快乐！啊，来以咱的这个社区内底吼，啊，咱会当讲吼，咱的社区办甲非常的好啦吼，优声优色，长期以来咱一点一滴。在甲咱莅临吼，在努力在服务，啊，会当讲吼，啊，咱社区安尼吼，付出真多这个心血，啊，总是为着咱的啊，地方会当来好去，会来努力啦吼。啊，我想讲，借这个机会，甲咱表示咱社区的啊，这个李干事甲志工的这个努力啦吼。在新庄社区集会所中，每个角落都充满爱与温暖。让在场的每一位都感受到理事长的用心，希望藉由此次表扬大会，能让为家庭付出努力的爸爸有个精彩又有趣的父亲节。记者邱平义草屯采访报道。